思琪，请你嫁给我。哎，思琪，嗯，来坐。啊，菜点好了吗？点了。哎呀，累死了！昨天又熬了个通宵，现在浑身都疼。每天都有大新闻，莫总恨不得让我24小时待命。思琪。 工作归工作，但是累了还是要休息的。我也想休息，但是我要挣钱啊！唉，为了这次的稿子，真是熬得够呛。这个工作这么辛苦，要不咱们换个工作吧？换工作？好呀，谁帮我？我。你呀，你真行！你一小助理怎么帮我呀？算了，吃饭吧。 思琪，请你嫁给我。太草率了，思琪，我们年纪都不小了，都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了。好了，群飞，你别丢人了，你快点过去坐去，你快点过来过坐去。哎，群飞，这有些话，我还是要和你说清楚。 两个人在一起，要考虑现实。以我们两个现在的经济能力，谈结婚真的不合适。再说结婚吧，那总要有个房子。我们俩现在住在出租屋里头，那得随时担心着房东什么时候涨房租，什么时候会把我们赶出去。这些问题你考虑过吗？那既然你觉得我不是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，为什么要和我在一起？那是因为我喜欢你这个人呢。 哎，妈，群飞啊，你最近心情怎么样？我们都好，你怎么样啊？我挺好的。结婚的事怎么样了呀？快了，真快了。他答应了。哎，他能不答应吗？你儿子有这么优秀。妈就是担心会有变数。哎，您放心，别不跟妈讲。怎么会呢？我肯定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。你要抓紧啊。好，那爸妈就等你的信了啊。好，好好照顾自己。行，嗯，拜拜。